你要吃饭呢？你不吃饭就不会好呢。你吃一点点好不好？吃一点点就好了。哎呦，这样怎么办？这样不会好嘞，咪。你要吃啊，好不好？吃一点点。妈，你那里我想吃。吃一点点就好了。妈。你还有香皂？有啊。好不好？吃一点点嘛。你今天有吐哈？这笼子脏脏，你等一下去洗手。没关系。哎，你不要弄它那里，它那里有剃毛，有打针的。有。推推较紧好。会疼呢。推推嘞。打针不是说要推哦。那它不舒服。咪咪，你快点吃，变阿肥一张啊！我们就可以回家了。我去丢。好。你要回家吗？你要不要回家？你赶快好，我们就可以回家哦。你等等咪咪。身体啊，身体湿湿。那我刚摸他脸，头头没有。又不会尿尿，尿尿鼓到。